给我递个。哎，你们爷俩干啥呢？快点走啊！没看着干啥呢吗？干啥呢？那是啥呀？这啥？这是樱桃啊！樱桃，樱桃熟了。我找个红的，我摘一个，我看看。这个没红利索，帮你找个红的。哎呀妈，这还硬呢！这有没有好的？那还得硬，这确实有点红了，但熟了吗？这个软和了，我尝尝。啊，你夹这个，老公这个。啊，酸，好酸呐！没红的。哎，我尝了嫂子，还没熟好呢，宝贝儿，你吃一个。我尝了嫂子，你尝尝。把你擦了。哎呀，一熟透呢，老公。哎呀妈呀！等下次咱不说，再出来溜达，应该就能熟了。咱过10天吧。这么大一棵树，再给我妈，再过10天8天就得那啥，不能吃了。你看上面那个还有没好呢？你瞅瞅，还有那么小不点儿的呢。我再找一个，哪个熟了？哎，这个这是小樱桃，还有大个的樱桃那个。哪有啊？这儿没有。我说以前买的有那大个樱桃，这是小樱桃。啊，你这个应该是没熟好，熟好它又是大变大了呗。行了，不能。老婆宝贝呀、啊、你自己敢摘吗？敢的。哎，这个好像熟了，宝贝，摘这个。嗯。哎呀，老婆，这熟没熟？这是别人家的，让摘吗？不要。那别人家看着咋办呢？要看别人家奶奶出来。那要问你，你咋说呀？揍死你！完，然后你说啥？你说奶奶，我就想尝尝好不好吃，是不是啊？完了，奶奶说：“哎呀，宝贝这么乖，不骂你了，吃吧，是不是，宝宝？”嗯，走吧，好了。要摘白瞎了。嗯，哎呀，我饿了，你这个大包子给我吃吧，我饿了。我才看着包子，假的呀，我看看，人家是发泄包。哎妈，不是，这也太像真的了，瞅瞅。但是它是假的呀。哎呀妈，这要把我饿急眼了，我一口就得上去。老贵，你看这身，这人搁这干啥呢？哪儿啊？这人搁这干啥呢？哪有人啊？这真有个人，人干啥呢？搁这修，妈，修缸呢吧？修缸呢，这是修，就是修缸呗。对，就是修缸，这就是缸坏个口子，完搁线给它缝上。不是这个人，这也太像真的了。不是这，你好，打招呼。打招呼。我看这个缸，啊不，这缸真像真的啊，还有个洞呢。宝贝，这是假人，这是假人。假人。你看这人搁这干啥呢，老郭？妈。这还有一个呢，这人搁这干啥呢？这人搁这啥子？这是干啥呢？拎着个啥呀？这是啊？这啥呀？这老师卖豆腐呢，豆腐，妈，豆腐，妈，哎呀，妈，豆腐，哈哈，是不是卖豆腐的老婆？哎呀妈呀，哎呀，轻点，别给人弄掉了。还有一个呢，不是这太逼人了哈。嗯呐，哎，你我孩子爹，我看你俩有一拼呢，你俩有一拼，哎妈，你们仨有一拼，走吧，走吧，换个地方玩。